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是早上八点的时间，然后我刚起床，然后今天是我跟 Maki 的粉丝见面生日会，我还蛮紧张的。那我也没有选是要穿什么衣服，因为我想要正常的去，然后就好像见到很多老朋友们。我是说真的老，但是就是已经跟我很久的观众这样子，跟我很久的粉丝，应该就随便吧，随便应该就可以吧。然后我现在我刚洗完头，我也是会洗头的好吗 ？Hello， 然后刚洗完头，然后等一下要换衣服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，OK。你们觉得我穿这件好吗？去粉丝见面会。现在太不在，因为这件有点大，你知道吗？毕竟我也是瘦身成功，然后今天就大出来了，我就你看，那怎么办？这件你一定会只有胸贴哦，是只有胸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不会吓死台湾的民众们。我觉得做自己很好，我很想做自己，但我想跟粉丝聊天的话，他们应该说。好想看看到底有没有穿内衣，或是到底有没有贴东西，还是他是裸体呢？我不是裸体，谁出去裸体啊？一直假装没事的盯着这里看。OK， 今天我们换好衣服了，然后还是穿跟刚刚截然不同的衣服。我现在头发很乱，我现在要赶着去整理我的头发，但是现在已经是十点多了，然后进场时间好像是十一点，我今天好像会大迟到哎。到底会顺利的进场吗？现在还是很紧张。毕竟我也换了很多套衣服，然后到最后穿了一套完全没有想过的衣服。女人就是这样子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你也会找男人。今天来的心情如何？有点小紧张。刚刚在走路的同时，就稍微这样走了一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怕会漏一点点尿。那这次是你第三次的那个见面会吗？小琉球净滩算吗？那是也算。那第四次？可是这一次有点盛大。就是多了 YouTube 那边的朋友过来，对。然后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新朋友跟老朋友说？就是新朋友就是欢迎你们，然后希望就是我们可以一直长长久久。然后旧朋友就是我很感动，就是你们竟然还在我背后当背后灵这样。希望以后都会有你有我，这样会不会太老套？今天的生日会就是见面会办得特别盛大嘛，因为听说你有邀请神秘嘉宾。神秘嘉宾，你是说就是我平常会练习的那个那个东西吗？是，没错。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。那你会跟他们一起表演吗？我只能当小丑而已。好，那最后就是既然是你的生日见面会嘛，听说有准备很多大礼，你要送我生日我还要送人家东西，这什么鬼道理啊？对啊，那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就是哪些干爹赞助了你？有这个魔镜，然后还有那个深海赛人，然后还有 PSK。那接下来准备好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日会了吗？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啊，没了吗？我怕太多，他们等下请下饭，所以你可以做一次刚刚做的事情吗？想要跟你们一起分享，就是我平常的生活，对，就让你们更贴近我。所以那边有酒，然后今天的早午餐希望你们会喜欢 ，OK？ 嗨，大家去吧。大家欢迎。
吉月。然后我发现你去参加歌唱节目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：“天哪，这是要来的那个人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然后我就是说：“天哪，这是要那位小姐吗？”非常开心看到你本人，然后本人也是要比 YouTube 就是漂亮。哦，你也是啊。啊 ，Thank you。不行了，下个月。